在今天在很满足的，从你拿四大天的训练，然后你拿连续的十一年抗拒快速减电，然后你有拍电影，拍微电影，自己微电影，然后也有攀岩，甚至是做一些影响力的运动型代言产品，到现在执行，我觉得不求什么的，就根本无所谓，为什么你会搞去输的？因为我们出的是本书，第一人生，第一人生是改变我们的生活，所以大家看的人真的拍电影很满足，我们让他看到第一人生可以组织商业创新，然后我们进行这样的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种其他保险公司得来的本，没有一个交上的倍，我想想，通常都是翻倍的，翻倍的翻倍。有什么不知道未来接下来动向是什么？有什么鼓励的话，就有什么方向可以给到我们？